我们为什么说这次观测到的这个图像就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具体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呢，一方面我们通过这个射电望远镜得到了这么一张照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结合这个黑洞吸积的这个理论，能够事先把这个图像，我们理论家那个预言的图像能够把它计算出来，然后呢，我们把观测到的照片跟理论的预言的照片进行对比，发现它们吻合的非常的好。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完美的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